苏生和乌克兰籍的女星加纳两人交往至今一年多的时间，常常会在社群或是上节目分享小两口私下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最近祖雄在单身行不行中透露，两人有些习惯还在磨合，而且吵架过好几次。他表示自己很喜欢穿短裤，但是乌克兰人认为穿短裤没有礼貌，因此每次他穿短裤，加纳就会不高兴，甚至还会把他的短裤丢掉。另外，加纳也无法忍受吃面的时候发出声音。祖雄解释是因为面很烫的关系，而加纳吃面不会发出声音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人会等汤凉了才喝，所以加纳也会要求祖雄汤面凉了再吃。两人还为此吵架过好几次，不过后来祖雄还是配合对方想法，认为只要两人不要吵架就好啦。Bye.